微信天天见。
次的飞机。
的小哥，去那个淘宝充便宜。
再看希尔顿。有人人视频看啊，我都有人人视频看的，人人视频特别好看，超好看的。
飘飘的飞机。谢谢我飘飘，是吧，树哥？没亏就行。
不知道谁给我写的百度百科，还给我编了个河南的，我也是醉了，什么鬼？我明明是山东时照的，你们去帮我改一改我的百度百科，我也不知道，就因为我堂姐嫁到了郑州是吧？感谢妈妈的飞机，谢谢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
今天两个飞机才能加。我早就有百度百科了，不知道谁过来。感谢情人哥的飞机。谢谢，谢谢我清晨哥哥。私信我，我就申请了个小号，就没有人私信我了。胖了是吧？可能是胖了吧。
私信我这个号，私信这号。看到这个用户了没有？私信用户，别私信我，亲爱的，私信用户。宝哥哥，宝哥，我把微信给你，收一下微信，亲爱的。私信这个用户970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谢谢，哎，可以加微信了。我打个一，你私信我一下。看到我这个小号打的一了没有？私聊我。我得时刻看着我的猫，我怕它喝凉水。那你私聊一下我账号，加微信。笨死了，跳跳不上来，腿太短了。没有，超级短腿。对，太短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一点点儿，所以说贼那个什么，所以说跳不上来，稍微高点就跳不上来了。不是小号，是我在直播没办法回你。我在直播没办法回你。欢迎我圣皇，我下播我就会回你了。你看我这猫腿也很短，看到没有？你看它小短腿。多短，看到没有？别舔我的茶杯了。圣皇，你又失眠了，一天天的净失眠。我腿可长了，我跟你说。
那个东西啊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可爱吗？让他不要就不要了，坐这儿等着。不知道他松不松，他不松我就下了。最近掉牙的嘴特别臭，都给我咬臭了你。
喜欢我这种类型的，可以送个飞机私信我宝宝。哎，那个什么呢？我的线断了。这儿有没有线断啊？拔牙怎么行？垃圾桶里了，别找了，乖。这小屁股怎么？没事。哇，欢迎我吉吉！吉吉，你看我头发剪了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，头发剪了。54级了，我刚回来一个礼拜，54级刷了多少钱了？几万块钱，有了吧？我都准备下了。因为你最开始买的那个粮食里面有谷物，有大米，然后有淀粉，所以说猫吃了不消化。猫是无谷的动物，知道吗？它的肠胃比人的短，所以说它只能吃肉，不能吃含有谷物的东西。含有谷物的东西它吃了不消化，它就会拉出来，所以它的粑粑就特别多。你如果给它吃肉类的，就无谷的那种猫粮的话，它拉的粑粑少，吸收也特别好。对，猫是纯肉的，对的。我刚回来一个礼拜，我今天本来都下了，你知道吧？有个小哥哥说给我刷个火箭呢，
结果没给我刷个大忽悠，好气哦！哎，我可太凉了，真的。我本来说他刷火箭，我今天晚上就能给我家的猫加一顿了，多吃点儿。没忽悠是吧？他又回来了。完了，大哥又回来了，大哥。对不起，大哥，我错了。可以，大哥，大哥很强。对，我们都等着呢，大哥。真的，直播间就没有大哥。你来了，你就是我直播间的第一个大哥。真的，过了年我给你安排上。对，真的，你看我都凉成啥样了。你看我想多播会儿，给我家猫挣口猫粮。是不是？哎，我太难了，真的。你看我都凉成啥样了。你别管了，过了年我给你安排上，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的，舒舒服服的，是不是？我这个身材你还不放心吗？对不对？我给你安排上，可不是我说的嘛，我还骗你不成？不行，我们家猫又开始抓后面的东西了。过来，听话，别抓了啊！别刷了啊！对，搁这坐会儿啊！哎，怎么你还想和我打架？我等大哥一个火箭。对，你看我都等这么半天了，你赶紧让我睡了吧，真的。我的猫不胖，哥哥，我的猫真的不胖，它只是腿有点短，它不胖的，贼可爱，你没看出来吗？冲啊！快点快点，做好姿势，准备截图，没到账，没事，哥，我等着，哥，我等着，我等着。我给你看看我们家猫猫，贼可爱，我跟你说，听话的亚皮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听话不？在这坐着呢。啊，谢谢，感谢我留恋哥的火箭，谢谢，快谢谢留恋哥，快点，谢谢，谢谢，快替我谢谢大哥，快点快点，完了完了，他不屌我，你看我们家的矮脚，我们家猫腿多短。你看我猫都叫了，呜呜的。哇，它真的刷火箭了，牛批哥哥！可以，虽然不是超火，火箭已经够了，我很知足。
谢我留恋哥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掉不下来的。我们不是那种人，我是的，我是这种人啊，兄弟啊，我是这种人。神员大蓝都是因谁在走？这是录像啊！哇，你好上道啊，大哥！怎么啦？操火不早说，没事，现在也不晚。没事，哥，现在也不晚。你是看游戏的，什么游戏啊？你难道要送我一个超火吗？妈呀，我今天是走了什么运气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我有点激动。不哄睡了，我得舔大哥呢，没准能舔出来一个超火任务都完成了。哦，你居然说我想的挺美，我扎心了。哇，你居然不相信我留恋哥的实力，我跟你说。我这个大哥虽然是第一天看直播，但是牛逼着呢，我跟你讲，真的。完了，我哥跟我说没有鬼。好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伤心了，我难受了。不过，真的是。不过真的是挺缘分的啊！你看他看游戏呢，他看到我，是不是挺缘分的？对吧？说送就送了。不是我家猫在干嘛呢？我家的猫在扒垃圾桶，在找那个我刚才扔掉的那个小棒子，你知道吗？绒毛棒吗？